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30面，730面。第五行，从当中看起，从九九一当开解欢喜，从这里看起。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是盖以其人深浅，智慧不明。至今复少，今虽亲见弥陀，二临佛寻，但以心垢未除，勤俭犹存，故须多闻熏习，增长智慧，实能信解佛语。故云：久久也当开解欢喜。这是说，身边地的人一旦忏悔、觉悟了，他就能够离开边地，花开见佛。见佛很快，虽见佛了，因为他的智慧少，听经也不多，所以见到阿弥陀佛，听佛讲经说法，他还有一些障碍。由此可知，障碍不在外面，通通在里面。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为什么？才能改造自己命运。学大乘的人一定深信不疑，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包括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万事万物，都是自己心性识变的，自己的心现出来的。心为什么能现？为什么能生？就生起这些现象。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得好：“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句话用现白话来说呢，没有想到自性啊，能生出万法了。包括自己身体，这不是假的。能大师给我们做了证明。万法没有生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他也说了第三句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就是宇宙万法是自性里头本来就有的，没有缘他不现，有缘他就现了。这个缘是什么呢？原是起心动念。现在科学家讲呢，是波动现象。真心
不动的，本无动摇。这说真心，真心本无动摇啊，说明真心是不动的。啊，那一念不觉，不是真心动，是妄心动。啊，一念不觉就起了个妄心，妄心一动，真心就现象。啊，真心现象，真心还是不动，但是它现象了，就是本自具足的，变成了能生万法。啊，所以一切法确确实实是我们自己心生的，是跟着我们念头在生变化。于是我们就真正能了解了，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与别人没有关系。啊，佛无量的慈悲，无尽的慈悲，我们遇到困难了，病痛了，啊，或者是命报社报的这个寿命到了，佛能不能给我们延长？如果不能给我们延长，佛的慈悲何在？我们遇到灾难了，佛能不能帮助我们化解？啊，如果不能化解的话，佛就不慈悲了。经典上说的是真话，佛一能一不能，因为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佛不能。佛怎么说能？佛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你，你自己明白了。明白了的时候，你自己用你自己心念去转，哎，这就叫佛能。要懂啊，不能迷信啊。啊，佛可以教给我们的方法，我们都了凡四训。你看袁了凡先生啊，15岁遇到算命的孔先生，给他算八字，算流年，一点都不差了啊，把他的流年排到从15岁排到53岁，他的寿命就53岁。啊，年年遭遇的跟孔先生排的一点都不差错，他相信了。啊，相信说中国古人所说的“万般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啊，相信呢，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他命中定的，没有一个妄念，也没有一个妄想，啊，心得定了。35岁那一年，他讲嘛，20年，他15岁，25岁，35岁这一年，遇到云谷禅师。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是坐禅，坐了3天3夜，不起一个念头。啊，3天3夜没有一个妄念，这个在宗门里面来讲，相当的功夫啊！啊，大概云谷禅师可能还没有遇到过。
太少有了。啊，就问了盘先生，你用的是什么功？你跟谁学的？啊，了盘先生非常老实，我没有用功。啊，15岁给孔先生算命算定了，20年，年年都不差，算得真准，啊，一生都算定了，我想有什么用？干脆不想了。好，云谷禅师听到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给他说了一番大道理，佛教里头讲的。啊，告诉他，佛教承认有命运，但是命运可以改。为什么呢？命运是念头造的。你只要改变念头啊，你的命运就改变了。啊，所以了凡先生，我称他做标准凡夫。为什么？他也不修善，他也不作恶，所以那个命呢，完全跟排的完全一样。他要作恶呢，他的寿命就缩短了。啊，他每一年的那个标准是往下降的。啊，你比如老先生算命先生算他啊，今年考第3名。他可能考到第10名、第9名，做坏事就往下降，做好事就往上升。啊，这个道理他搞懂了，搞懂之后他就发心做3000桩善事。啊，在佛菩萨面前许愿，真干。啊，这个愿一发。到第2年参加考试，孔先生算他是第3名，他考到第1名，哎，不对了，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次发生了，他相信了。啊，以后他太太帮助他，啊，两个人一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变化很快。变化很显著啊，啊！可是3000桩善事，10年才圆满。啊，圆满之后还愿，啊，又发3000桩善事，4年就圆满了。那越做越顺利了，啊，一天可以做好几桩善好事啊。啊，那个善恶的标准就是太上感应篇，功过格是依太上感应篇做的。啊，命里头没有功名，也就是说他读书就考试，最高的就到秀才。啊，举人进士他命里头没有这个分。啊，官只做到一个四川很小的一个县份的知县。啊，53岁，就告诉他，叫他告假，告辞职回家。啊，寿命到了。啊，他断卧修善呢，参加举人的考试，考中。参加进士的考试也考中啊，命里没有儿子啊，求儿子，真的有个很好的儿子出现了。这个儿子给他传宗接代呀，儿子大概生了7、8个孙子，所以他们家里以后人丁非常兴旺。啊，后代现在还在，啊，跟我还有联系。
啊，寿命只有53岁，廖凡先生没有求长寿，他活到74岁走的，多活了21年。啊，所以云谷禅师说啊，命运操在自己手上啊，自己要真改啊，口头上改没用啊，要付之于行动啊，啊，那才管用啊，啊，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啊，今天善思，第一大善就是弘扬佛法，弘扬传统文化。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跟孔子当年环境差不多。啊，社会动乱，大家疏忽了传统文化，啊，孔子在当时非常希望啊，有人会用他，啊，他能够做一个宰相，把传统文化就真正做出来。像周公一样啊，文王以百里而望天下啊，他的志在此地，可是没人用他啊。周游列国，见到很多国君，没人用他。啊，随着再回到老家教学，啊，还算不错。教学5年，有3000学生呢。啊，3000学生当中有72个有成就的。啊，可以传承圣教的。把传统文化救下来了，这个功德太大了。啊，往后的这2500年，从孔子到我们现在2500年，啊，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族群，长治久安，世世代代讲伦理道德，讲圣贤教育，啊，信因果。啊，知道断恶修善。这是孔子的影响啊！啊，佛法里面讲呢，叫功德了，啊，父子的功德，啊，真改了，命运都改了，啊，佛法更殊胜了，啊，历代帝王都学，学得最透彻。是前清的雍正皇帝啊，真下功夫啊！啊，知道这个东西好啊！啊，儒释道三家历代帝王
平等的恭敬，普遍的宣扬。啊，佛法由皇上自己来管理，所以佛教的寺庙可以用宫殿式的建筑。啊，宫殿是皇家的建筑，民间不可以有。啊，但是寺庙佛是皇上的老师，啊，皇上是佛的弟子，所以佛寺可以用宫殿的，啊，比照宫殿来建筑。那么佛陀的教化，普遍在民间。啊，只要是佛教道场，都是讲经教学。啊，佛教把讲经教学疏忽了，这是近代的事情。时间并不长。在中国大概是200多年的样子吧。啊，因为我们看到乾隆、嘉庆、高僧大德都很多，留下来的著述我们都看到。啊，咸丰以后衰了，真正研究佛教的，真正讲经教学的越来越少了。啊，到民国年间，大概只有10几个人。啊，这十几位大德，虽然讲经教学，大概道场金蝉佛寺占一半，逐渐贬值。啊，二战之后，讲经说法的没有了，出家在家的佛弟子都不干这个事情了，这佛教衰了。不但衰，佛教可能在这个时代会灭亡了，这是我们非常忧虑的一桩事情。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叫它衰下去？啊，那么佛教学习的困难，就是要放下欲望。啊，可是现在人学佛的人很多，你叫他放下欲望，他放不下。啊，欲望要放不下，学佛就学不成了。你自己跟自己造成这条障碍啊。啊，佛法无比殊胜的利益，你得不到。大乘佛法能帮助你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帮助你脱离十法界，这是其他一切法做不到的。
啊，尤其是佛教里头这个净宗法门，这个法门难解，可是易行。啊，我们今天学到这一篇，跟我们讲的边地遗尘，实际上也不错啊。啊，他真的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真的是莲花化身。啊，临终的时候，真的是佛来接引。啊，只是接引的时候，他坐在莲花里面，啊，花就合起来了。啊，这就叫边地一尘，叫太深。啊，没有这个障碍的。能信佛的智慧，能相信自己，是心是佛，是心做佛，能相信这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接你，你坐在莲花里头，莲花是开的，差别就在此地啊。啊，莲花开的，你就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成为阿惟越致菩萨。莲花不开，这个加持未得到。啊，在极乐世界，确实那个世界快乐。啊，你在那里生活享受，经上讲了，跟忉利天一样。前面我们也看到古大德的注子所说的，跟夜摩天一样。啊，夜摩天的快乐胜过忉利天。啊，顶多五百年了，我们人间五百年了。花开了，花开了，阿弥陀佛加持，你就圆满得到。啊，你成为阿惟越致菩萨了。啊，不过花开之后呢，你还有点习气。啊，心垢未除，勤俭犹存，这是习气。啊，怎么样呢？不要紧，你每天听阿弥陀佛讲解，听一段时期，自然就开解了。啊，法味得到了，叫法喜充满了。啊，开解，心开得解。啊，这是比喻。业障重的时候，这心是闭塞的，啊，佛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这发音，你听不懂，不是语言的隔阂，啊，你不能够体会它的意思，这叫闭塞。啊，开解了，哎，能听得懂了。这种经验我们有，初学佛的时候，啊，前几年听经啊，枯燥无味啊。啊，为什么呢？开经记上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啊，那我们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是不解如来真实义。听是听，不懂意思。
啊，这是学习几乎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么一个阶段，啊，一点都不稀奇，啊，只要你坚持下去，不要懈怠，啊，不要变心，用真诚恭敬心去学，一段时期之后，你就明白了。啊，我们学经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时间长短，每个人不一定。啊，个人根性不相同，根性差的，10年20年。啊，那你得有这种耐心，长时熏修。啊，根性利一点的人，容易听懂。啊，听几个月就听懂了，就听出味道出来了。啊，只要持之有恒，肯定开始开悟，啊，解释明了，啊，心开得解，啊，欢喜呢，闻法其会。他为什么会欢喜啊？他真正体会到了。其实其如会是体会啊，自然欢喜啊。孔子多数人都有这种境界啊。你看《论语》上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悦就是此地讲的欢喜啊，这个欢喜是从里面发生的，不是从外头。啊，外面的欢喜也讲到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那个快乐是朋友，好朋友。啊，知心的朋友，哎，到这来访问，快乐啊。啊，它是外面。啊，喜悦是从内心的，不从外面的。啊，读书乐，那读书不懂你就不会乐，你会觉得很苦啊。啊，懂了，明白了，快乐。啊，这法喜充满。佛法上说的啊，孔子说的不亦说乎啊，就是佛家讲的法喜充满啊，一得便供，这是弥陀加持的，你得到了。如果没有阿弥陀佛的加持，你没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去供佛闻法了啊！这是化身菩萨才能做到的，遍供啊，便是一个都不漏啊！啊，十方三世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你通通都供养到了。啊，每一尊佛的面前都有你，你分身去了。啊，你有这个能力，叫分身化身。你自己的本身还在阿弥陀佛讲堂里面，没动。啊，你能够分无量无边身。啊，每一个佛国度里面，你去拜佛。去供养修复，
听经闻法开智慧，福慧双修啊。即坦然寺云，即得如意，还同三辈僧者啊，这是什么叫如意通啊？六种神通里面，如意通就是神足通，就是你有分身、化身，你有变化这种能力啊。我们看《西游记》，孙悟空72变，那就叫如意啊。但是72变的如意很小啊，不大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些往生的人，他不止72变，他的变化是无量无边啊，有这么大的能力啊，跟3辈9品的人呢没有两样啊。啊，3辈9品的人，你看具足神通，六种神通圆满具足啊，遍供诸佛，于诸功德呢随意修习，具如弥陀本愿，也就是说阿弥陀佛48愿里面所说的，他全都有啊！啊，弥陀加持的，全都有，有这么大的好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阿耶多，啊，如阿耶多，阿耶多就是弥勒菩萨，是弥勒菩萨的名。啊，此事意阿耶多的意思是慈悲，弥勒菩萨特别慈悲。总是笑面迎人啊，这总是舍己为人。弥勒菩萨从来没为自己想，起心动念都是为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啊，帮助这些人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世尊重唤其名啊，佛在讲经教学提到他的名字，警醒大众，专心倾听啊，唤他名字。下面讲的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话啊，提起大众的注意啊，劝导大众啊，专心倾听。佛说，当知疑惑，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设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啊，诸佛的智慧，诸佛的德能，诸佛的道理，诸佛的神通，诸佛的相好，不能有疑惑。为什么？自信本自具足，不是外头来的。
你相信诸佛，你就相信自己。啊，佛有的，我们统统都有。啊，大乘经教里面讲得非常好。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跟佛没有两样啊。啊，智慧神通道理我们有啊，为什么现不出来？我们今天有业障，就是有业障碍了，它不能现前。啊，这个业障是什么？业障叫做烦恼。啊，大乘经教里面所说的烦恼分三大类，每一类都无量无边。啊，第一类叫无明烦恼，无明是智慧失掉了，迷失了自信，智慧不现前了，没有智慧了，对什么都不知道。无明啊，明是明了，不明了了。啊，第二种烦恼叫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太多太多了。啊，像尘沙一样。第三一大类叫见思烦恼，这说得粗。啊，见是什么？我们看错了。思呢？我们想错了。我们对自己、对环境看错了、想错了啊，看错、想错，你就说错了，你也做错了，那就叫造业啊！造业决定有报应。啊，善的业有善果，恶的业有恶报。啊，在六道里面，善恶业的果报非常显著。啊，那么这三种烦恼，诸佛如来统统放下了，他没有障碍。所以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现前啊，本来有的，不是学来的。那有这些烦恼呢，障碍住我们本性的东西没有丢掉，一丝毫损失都没有，只是它不现前，我现在得不到啊，怎样得到呢？佛讲得很清楚，你把执着放下，你就得到一部分。啊，我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人只要不执着，就能够做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因为执着，我才不跟人合作嘛。不能随顺嘛，不执着就能随顺啊，你就得自在啊，那你真能修行啊。啊，执着严重，自己没办法修啊，啊，处处都是障碍啊，纵然想修行，修不成功，没有外面的因素，一定要知道。啊，成败因素通通是自己。啊，学佛从哪里学起？从经教学起。啊，你现在开悟啊，搞明白了，障碍放下了。啊，我为什么要放下欲望？为什么要放下名利？为什么要放下自己？这有个道理在呀。
你这些道理没搞清楚，你就放不下，放不下你就有障碍，你学佛法就得不到佛法的利益。你所能够得到的，就像了凡先生一样。那是没有放下的。你得到的不是人间一点富贵而已，了生死出三界没分了。佛法里面真正法喜没得到啊，你得到的是功名富贵，所以你那是福报。了凡现在修的是福报，不是功德。他没有把我放下，我放下才是功德。最低的就虚脱很苦，那个就了不起了。虽然是个起码最小的，在大乘是实性初性位，就好像小学一年级，在学校里头最低的这一级了。就不得了了，他所得的我们得不到，他所得的是六道轮回，他还没出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他决定不堕三恶道，他在六道里只有两道，天道人道，他不会堕三恶道，也不会堕阿修罗。所以经典称他们为圣人呢。圣人是什么？一般人做不到的，他做到了。而且在六道轮回，他是有期限的。我们无期限的，我们可怜的，无期限的，他有期限。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证阿罗汉就超越六道了。所以他在六道是有期限的，凡夫在六道没有期限的，佛法的修行没有别的，张家大师早年告诉我的，看破放下而已。这话是真话，一点都不假了。只要你看破放下，你的命运马上就改了。为什么呢？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业报身了。过去生中造了一点善业，得到人生。过去生中也曾学佛，阿赖耶里都有佛的种子，这一生遇到佛法。还继续修行，继续修行什么？烦恼习气没断，没有进一步的放下，所以功夫不得力。不得力怎么办呢？依旧搞轮回，这就可怕了。一轮回呀，这一生所修的东西忘掉了，一点都记不得了。再遇到是重新来的，从头来起啊。我们这一生不就是如此吗？遇到佛法了，就从头来起。这个从头来起，头十年很辛苦啊。如果没有好的老师，没有好的善知识，来帮助你，这个十年很不容易通过。但是这十年呢，是你一生的基础。这个基础要是不打奠定好，成就啊很不容易。我们也是在这么多年才发现，
啊，我们在常常想啊，为什么在家出家修学比不上古人？啊，不说很远的，上一代，我们这一代比不上上一代，原因在哪里？想了很久，观察很久，啊，终于找到原因。我们的扎根教育没有做啊，没有根啊。啊，我还算很幸运，还沾到一点边缘。啊，我是民国16年出生的，啊，在民国20年之前，传统文化没有人不尊重，虽然有人做不到，他常常说，常常提在口边，我们听得耳熟啊！啊，抗战胜利以后，34年，民国34年。就没有了，在社会上没有人再说了。那中国人抛弃了传统，抛弃了佛法，完全学欧美的。啊，今天全世界的问题发生了，那是什么呢？是欧美的文化出了问题了，外国人到中国来找，到印度来找，啊，找解决社会问题、解决地球灾难的方法。那中国人有没有呢？有。解决地球灾难有没有呢？大乘佛法有，还真有效。这些道理要细心去想，细心去观察，慢慢的你会发现到啊，真好啊！啊，谁肯学，谁就得好处。啊，延长寿命，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我的寿命45岁。啊，年轻时候也喜欢看看相、算命的。啊，很多人给我看了，给我算命了。啊，几乎大家都是一个看法：45岁是个大官。我跟同学们报告过，我出家的时候，3个人，好朋友，先后出家，啊，一同受戒，出家差2年。这2年之内的时候，我们3个人都出家了，同时受戒。
啊，我们三个好朋友，同年，命运都超不了45岁。啊，到45岁那年，真的，2月，一个走了，法融法师。啊，5月，第二个走了，明严法师。啊，跟我关系最好的，抗战期间我们同学，到台湾之后我们同事，我出家1年之后他也出家了，好朋友啊，比兄弟还亲呢，兄弟不在一起，这天天在一起。啊，7月呢，我得病了，我就晓得了。你看，第一年，2月去了一个，5月去了一个，7月我生病。啊，所以我就念佛求往生。啊，我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我有这么一个观念：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命到了，寿命到了。求医没用处啊！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念了1个月病好了。啊，我一出家就开始讲经，我生病的时候好像我讲了12年。我也没求长寿，没求延长寿命，啊，这一关就过了。啊，第二次，应该也是寿命到了。啊，第二次是79岁，我没不常生病。79岁生了病，时间不长，只有4天。啊，情形很严重，发高烧。啊，在北京住在个医院里面。啊，不是医院，我住在旅馆。啊，我也把这个事情告诉诸位。生病的第4天，啊，应该是清晨，大概3点钟左右。啊，我觉得我自己躺在一个山坡下面，啊，面对着我是青山，一重一重的青山，那是个梦境，但是特别清楚，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啊，我也忘了自己有病，啊，看到啊。许许多多人面朝着我，啊，密密麻麻的，啊，满山遍野全是人，面对着我，啊，我看到他们，看到很清楚，啊，突然之间，这些人通通变成畜生，我感到非常惊讶。这么多人怎么突然之间都变成畜生了？啊，也是面对着我，遇到这么个情节，啊，我豁然念了一声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出现了，这境界就没有了。佛多大呢？就像经上讲的黄金山一样，半边天呢。通常我讲经拜佛，第一拜拜本师释迦牟尼佛，第二拜拜本师阿弥陀佛，第三拜拜本师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法身佛、阿弥陀佛报身佛、释迦牟尼佛应身佛，我都是这个拜法的。念熟了吗？这么多年吗？本师出释迦牟尼佛现了，我再念一声南无本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出现了，释迦牟尼佛不见了。整个虚空就是一尊佛。我接着念南无本师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现了，阿弥陀佛不现了。最后我念了个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出现了，像跟佛一样大。我就听到旁边有人告诉我，你还有没有放不下的？还有没有什么人要见面的？还有没有事情没完了的？我是通通没有了。我想往生。我最后的时候，我有一句话。如果佛需要我在这个世间帮助苦难众生，我说也可以。我再住几年也不妨碍。这样就行了。行了之后一身汗病就好了。第二天我就回香港。在香港养了两个星期就开始恢复讲经。这是濒死的经验，死亡的经验，我经历过。所以我现在不怕死啊，我最喜欢去往生啊，越早越好。那留在这个地方呢？这是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只要真正发心，为正法救助，为弘法利生，你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你不要操心。我相信老师的话，所以一生不为自己操心。自己什么事都没有。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一切佛菩萨安排。该走的时候，我有坚定的信心，阿弥陀佛决定了接引我。他什么时候来戒营，我什么时候就去。他不来戒营，我就在这边讲经。活一天讲一天，这是我们的事业。现在我知道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没一天休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了49年，也没有一天休息。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讲经教学，学习经教，这叫佛事。所以
决定要相信呐、佛经上的话不会骗人，不是人伪造的。啊，这一点我们要小心。啊，那就是这个经是不是真的佛说的，还是后人伪造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大藏经。这是李老师告诉我的。啊，你要看到一部经书，去查大藏经，大藏经里的有没有？如果有，没问题，是真的，不是假的。大藏经里头没有，就靠不住。啊，一定是以大藏经为标准。啊，因为大藏经经过世世代代高僧大德的肯定，啊，帝王的颁布，从前经典入经藏要帝王批准。啊，没有帝王批准，不能够随便入藏。啊，所以藏经非常严格。啊，但是现在标准没有了。啊，什么人东西都可以入藏了。啊，那我们这个最低的底线是龙藏，乾隆年间的。啊，还是严格的审查。啊，这是这个常识，不能不晓得。啊，至于菩萨何有疑惑呢？无量寿经超越大乘，凡夫应菩萨语啊，大乘凡夫可不可以称他做菩萨了？或是众说，众菩萨生疑惑者，可设大利，故凡夫当明心意啊，我们凡夫能不信吗？啊，菩萨还有疑惑啊。下面是念老的话。超义深浅，这个注解说的非常谦虚，没有做决断，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据笔者意，这个笔者就是黄念祖老居士啊，这他的意思。超中两说均是。啊，说的都有道理。其一，啊，第一个说法，我等虽是具足凡夫，若能真实发起菩提心，即是初发心菩萨。凡夫能不能成菩萨了？真正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可以这样成法。啊，那么在中国佛门里的这种习惯，啊，三坛大戒，你受了菩萨戒，就称你做菩萨。啊，出家一定要受菩萨戒，在家居士。也有很多受菩萨戒的
登坛深坐讲经是菩萨的事情，所以没有受菩萨戒的在家居士，他不能正式登坛说法。在家居士受菩萨戒可以。这是佛陀在世的时候维摩居士带头的。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在家居士受菩萨戒可以大意，但是译文上没有这个格子，叫慢意。没有一个一个的。出家跟在家差别在此地。所以在家大慢意，你就知道他受菩萨戒的。他可以深坐讲经。只要他一深坐，那就是代表佛。在大座上他代表佛的。他在讲经登坐这个时候。出家人见到也都要礼拜。为什么？他代表佛。所以往往这个居士谦虚不敢接受出家人的礼拜把讲台前面放一尊佛像，你礼拜是拜佛，不是拜我。这是谦虚。所以讲台上一定是供佛像的，一定有一尊佛像供在前面。论注云：此无上菩提心，即是愿作佛心的。这把无上菩提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真等真觉。我们学佛不学别的，就求这个东西。有这个心呢，这就叫菩提心。是愿做佛心。我为什么愿意做佛呢？就是为了度众生，愿意像佛一样去度众生。度众生的心呢，就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这个说到净土上去了。我怎样帮助成就众生？怎样帮助他成就他？劝他念佛求生净土。极乐世界有佛，现在佛正在那里教学。敬业行人呢，若发如是之心呢，亦皆是初发心菩萨。这个没有错。帮助众生，劝导众生。学习无量寿经，学习阿弥陀经，依照经典的教训去修行。发愿求生净土，亲近弥陀，这就是菩提心。这个人呢，这人就是菩萨了。
那叫初发心的菩萨。在小乘叫初果相，大乘初性位的菩萨，初性位是果，我们向着初行位这个果，就是初心相啊，向着这个目标啊，天台。为别教之心为菩萨了，如空中之絮啊，成浮无定。是故初发心菩萨是有退堕之患。初发心菩萨不少啊，我们现在受菩萨戒的，在家出家的，初发心菩萨很多。他会不会退转呢？会退。为什么？他的心不坚定。所以他会退转。而且很容易退转。什么原因？第一个，本身烦恼习气太重。第二个呢？外面的缘，外缘不善，诱惑的力量太强大了。你要是抵不住，你马上就退心。能够抵住外面的诱惑，这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古大德常说，最大的诱惑是什么？高名厚利，你动不动心？现在不比高名厚利了，小小一点甜头就变心了，那怎么行呢？李老师早年讲经的时候跟我们说个比喻。菩萨觉悟的人啊。他所居住的地方40里之内有法师讲经。法师讲经的人就是法师，不论是在家出家，在家居士也称法师，他代佛说法，受了菩萨戒的人，不去听经就犯戒了，菩萨为什么去听经呢？做影响众，听经的人很多，大家就有信心了。大概这个人讲得不错，你看看这些人都来听，所以给大家做影响中，佛法才能兴旺啊。40里以前是走路啊，40里要走4个小时，4、5个小时，听一堂经，再回家。现在交通方便，以前没有啊。那么你听经，要是有个人来给你报信，你家房子失火了，火烧起来了，这个时候，你还是继续听经，还是赶快回去救火？那赶快回去了，
这心不坚固，那菩萨心不是真的。那真的是佛法是大事，这房子烧掉无所谓啊。老师给我举这个比喻，那菩萨一心在道，一心在正法救助，一心在帮助众生，啊，如如不动，啊，小小境界来的时候，你心就乱了，慌了，啊，赶快退席回去回家去了，那就错了。啊，那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啊，财色名食睡，所谓七情五欲的诱惑，能不动心吗？能守得住吗？啊，一动心，守不住，马上就堕落。啊，所以天台宗别教对于信位菩萨比喻的好啊，像什么空中之序漂浮不定啊，啊，空中之序是什么？棉花了，棉花很轻啊，啊，风一吹，它就飘动了。啊，所以是故初发心菩萨，确实有退堕之患。这第一种。第二点呢，彼为众说，这是不确定的一句话。啊，意味纵然真是菩萨，倘有疑惑，上舍大利。这是《无量寿经钞》里面讲的，是以我等凡夫更不可思议。这个说法也说得好。啊，真是菩萨，如果不真学，要想不退，太难太难了。只有真正开悟了，明心见性是决定不会退转，得定都不行。都还有经不起诱惑的啊，明文利养，财色名食啊，这个关不容易过啊。啊，所以我们凡夫，自己要承认自己是凡夫，要承认自己有烦恼。这些习气都没有断，啊，所以经上讲的这两桩事情，一个就是诸佛如来的，啊，就是开悟的人，他们自信的智慧德相显出来了，我们肯定不怀疑。第二个，相信自己，佛说的本来是佛啊，要相信自己，
只要真正发心学佛，肯定有成就。发心学佛是实心做佛。我们为什么就不去做佛？相信阿赖耶里面十法界种子，通通都有。你想学佛，你就能成佛；你想学菩萨，你能成菩萨。你要贪图名闻利养，那你就到轨道去了。你嗔恨嫉妒心很重，你就到地狱道去了。所以设法界的因全有啊。你起心动念，这是缘啊。你向哪一个法界，都是你自己成就的，与别人毫不相关。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深深相信，所以一切尽缘，我们就很容易处理，而且处理得非常好。顺境来引诱我们，名闻利养来引诱我们，财色来引诱我们，这一般叫顺境啊。我们感恩，为什么感恩呢？他来考我，我起不起贪心？我不起贪心。因为我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知道《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依然用平常心看待。这就对了，这一个考试就通过了。来考试我的老师，我要谢谢他，我提升了。反面逆境来诱惑你。恶人逆境来回报你，来羞辱你，来陷害你，我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是来考我的，都是帮助我提升的，都是善知识。没有怨恨，没有报复，只有感恩的心，真的提升了。不经过考试，你不晓得你自己在哪一个等级。考试越多，关关通过，你的等级不断向上升啊。你能不感激吗？你要不感激，你就忘恩负义。所以我们对于善缘恶缘，顺境逆境，通通感恩。我们把自己修行的功德给大家回向啊。以一个真心对待一切众生，像诸佛菩萨一样。所以境界现前，我们想想阿弥陀佛。境界现前，阿弥陀佛会起贪心吗？阿弥陀佛会发脾气吗？不会。那我也学阿弥陀佛，我也不应该呀。不应该有贪念呢，不应该有怨恨。这是什么？这佛法我们真学到了，真管用啊。
啊，所以你就天天生欢喜心，啊，得受用了吗？啊，记住古人有一句话，好像是富大师，唐朝时候的，这是个大德居士，啊，他是个财主。他把家财全部卖掉，得的金银财宝装在一条船上，船走到长江中心，把底下砸个洞，全部沉下去，不要了。其实他这种做法，就是一句话告诉世人，世人一定要问呢。这些金银财宝你不要了，你拿去布施做好事不是好吗？为什么要把它沉到江里头去了呢？他就留一句话说：“好事不如无事，无事比好事还要好啊！”啊，以后怎么过日子呢？编草鞋，卖草鞋。啊，一双草鞋卖一两个铜板，他就这样过日子。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弥勒菩萨化身来的，菩萨了，不是凡人呐！啊，他这种视线的时候，就是教人一句话。好事不如无事啊，因此含义很深呢，就是教我们随缘不要攀缘啊，不要去有心去做好事，遇到了要做，遇不到了别去找事啊。做好事要钱呢，你看今天有人送钱来，那就得替他做好事，没人送钱来就太好了，没事啊！啊，决定不要去找事，你的心永远是静的，永远是定的，这叫真好事。啊，世间好事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啊，人人都能这样想，都能这样做，天下太平，这天下本无事啊，容人自扰之啊。哪些容人喜欢做好事的人？啊，所以我离开台湾的时候几年，台湾提倡，社会提倡，好人好事。我们老师把这个四个字写在黑板上。好人好事，啊，写上去之后，然后他在那个下面那个好字上圈了一下，啊，圈了个圈，圈了圈念去声，怎么念法呢？好人好事，就喜欢多事，啊，这老师给我们的印象很深的，啊，这就教我们可别好事啊。啊，好事你就错了，啊，社会上这些诱惑你挡不住，不好事就没事，好事你就有事。啊，所以说这两种说法并不相违背，啊，都说得好。大利即经中真实之理，啊，真实之理是什么呢？十方不切凡，不切凡是佛，叫梵语。啊，住真实慧，开化显示
真舍之际，真舍之际就是自信啊，与真群谋啊，这是拯救六道里面一切众生，会以真实之理。这个真实之理就是弘扬净土法门，劝导大家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清净弥陀。这是真实之理，干这个事情，这是真实智慧啊，帮助众生达到究竟离苦的路啊，一生当中啊，圆满成就啊，这个事情难知难见，只是遇到你不容易遇到啊，你更难见到。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幽昙花是昙花啊，昙花一现啊，昙花都是半夜开，开的时间很短啊，不到半个小时花就谢了啊，这就是说明它很稀有，很难见啊。今者难逢能逢，难闻能闻，而不信受啊，辜负丰恩，故云未涉大礼啊！啊，人生难得，我们得到了；佛法难闻，我们闻到了。啊，尤其是闻到大乘净土，更不可思议的，你听到这个无量寿经。你遇到这样的注解啊，这个经本，这个注解肯定帮助末法九千年一切众生因此而得度啊！啊，真正超越生死轮回，真正超越了十法界。这个功德不可思议 啊！诸位要想做好事，印经印什么经呢？就印这部经。为什么？这部经是大乘究竟圆满的法轮啊！你要学经。我也劝你专学这部经啊，往后末法有九千年，我们帮助众生是帮助全世界啊，所以需要很多人真正修行，跟大家做样子啊，做出榜样来，真正念佛往生，往生的瑞相让大家看到啊，相信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能把这个经讲得透彻啊，讲得叫人生起信心啊，帮助大家破疑生信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这一部经可以做得到。其他的法门经论是很多，很好，我们欢喜顶礼赞叹啊！为什么呢？太难了
要断烦恼，我们做不到。啊，不但要断烦恼，还要断习气，你说多难？断烦恼已经不容易了，断习气太难。啊，所以遇到一定要相信的。佛苦口婆心的，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劝导我们。更显得佛对我们的爱护，对我们的关怀，啊，对我们的慈悲与教诲。如果不信，不能接受，辜负佛恩呐！啊，这就是经上讲的唯舍大利。啊，下面宽慈净土法门，一尘愿海。啊，何况这个净土法门。一尘是佛，一佛尘就是这个方法，这个门径呢，它的目标是成佛，这叫一尘。如果它的目标是菩萨，这叫大乘。啊，如果它的目标呢是声闻缘觉，那叫小乘。啊，如果学佛只求人天福报，那叫人臣天臣。啊，所以我们学习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啊，净土终极的目标是成佛。啊，不是成菩萨。所以叫一尘缘海。那么他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六字后面。啊，六字是观上南无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是名号。南无是印度话，意思是皈依，是尊敬。啊，或者说归命，都有这个意思。啊，真正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越简单越好。所以早年莲池大师在世，这桩事情记在《住床随笔》里头，你读这本书你可以看到。有人向大师请教念佛的方法，怎么念？他教人念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别人问他：“你老人家自己怎么念的呢？”他说：“我自己念阿弥陀佛。”人家奇怪了，为什么教别人念六个字，你念四个字？别人未必有求生净土的心，加上南无好，那么恭敬皈依，加上这个好，我是决心要到极乐世界，这个客气话就不用了。啊，因为经典里面教导我们，智持名号。名号就四个字啊，南无不是名号，所以就不用了。这是说明修行的方法越简单越有受用啊。那么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
大概最简单的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啊，没有比这个更简单了。啊，这四个字了不起，就能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啊，叫你圆满证得佛果。啊，你的成就会跟阿弥陀佛一样。啊，真叫难行之法了。啊，许多人听到不相信的，这么容易，你真能有这么成就吗？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六字弘明，信愿持名，啊，这四个字很重要，你要真信。真愿啊，我哪里都不去了啊，天上我也不去啊，玉皇大帝让位给你，你要不要去？大梵天王让位，你要不要去？摩西首罗天王，这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佛报最大的，摩西首罗天王，就是色界天的天王，啊，第四禅的最高的，让位我们都不要啊！我们决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阿弥陀佛的学生，啊，跟阿弥陀佛的学习，啊，毕业了就成了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一样了吗？成佛了吗？毕业就成佛了，啊，成什么佛？成阿弥陀佛。你学阿弥陀佛的课程，肯定是阿弥陀佛。所以这个是利益当中啊最真实的利益了，是大利当中。最大者也，于此不信呢，永摄大利，那就太可惜了啊！啊，那你就是这一生当中真错了啊！这一生当中干什么错事都无所谓。啊，为什么万法皆空，了不可得？遇到尽宗而错过了，这真是永世大利，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大错特错。啊，你怎么会做这么一桩错事？如千手经，千手是观世音菩萨。若于此陀罗尼，生疑不信者，啊，陀罗尼是梵语，指的就是这个法门。这个法门是总持法门，总一切法，持一切义，这是什么？就是指这一句名号，指这一部经啊，这一部无量寿经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啊，都在这里头，叫总持啊，一切诸佛所说的道理啊，都在这句名号里头。名号给这个经本呢，这是陀罗尼啊，总持啊。啊，如果是生疑不信，当知其人永摄大利。啊，这个无比殊胜的利益，你错过了，你对他怀疑，你不相信，你真错了。
百千万劫中，轮转我道，无有出期。你造了什么业？对这个圣教怀疑，你看，疑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啊，贪心，大家晓得魔鬼道。啊，嗔恚是地狱道，愚痴畜生道。傲慢、修罗、罗刹道、怀疑，现在这里讲的怀疑，对圣教的怀疑，比前面四种还要重。啊，我们看对应这个灾难，啊，这是佛在经上说的，贪心。干的是水灾，洪水。啊，嗔恚是火灾，火山爆发。现在地球的温度上升，是什么？现在地球人的脾气很大，所以温度上升，这属于火。风灾，啊，愚痴是风灾。啊，以前也有大的风灾，很少，啊，没有这么严重。啊，现在这个风灾很可怕。啊，我过去住美国德州，啊，听说今年美国德州的时候，曾经两个月当中发生200多起龙卷风，这历史上都没记载。愚痴啊，啊，傲慢是地震，感得的是地震，啊，那怀疑呢？比前面四个还严重，还严重。啊，怀疑感得的是大地疏松，很容易沉到下面去了。啊，大地会沉到海底去了，高山会崩塌掉了。你看，怀疑比贪嗔痴慢还厉害啊。这个怀疑是对圣教啊，啊，特别是对净土啊。啊，我们最近。看到这个网络的新闻，因为我平常不看电视，也不看报纸，对于媒体完全断绝。同学们在这个网络上下载一些新闻给我看，说这地上无缘无故就陷下去了，啊，他们叫天坑呢，啊，好像是天然灾害。地怎么一下就脱下来，面积很大。啊，我看到好几个面积，用中国的来说法就是方圆一米，这个一里，一华里。啊，一华里这么大的面积突然下去了几百公尺。啊，那不是小坑呐。这个就是佛家讲的怀疑所发生的。啊，严重的是这个大陆沉到海底。啊，外国人说大概5万年前大西洋是一块陆地。啊，叫大西国。科学技术也是发达到大概比我们现在还超过。啊，也是人民不相信神仙。
不相信宗教了，所以这块大地就沉到海底，称它叫大西洋。那么现在又有传说，那个大西锅会浮上来，但是浮上来呢，美国跟欧洲就沉下去，所以人家也不希望这事情真正发生。啊，那个国就是亚特兰蒂斯。啊，很多预言说他将来会浮出来，可他浮出来的时候，欧洲就沉下去了，美国也沉下去了。怀疑的麻烦大了，带来的灾难太严重了。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个怀疑的对应是我们免疫能力没有了，也我们一般人讲的是人体自然抵抗力没有了，很容易受疾病的感染。啊，所以信心十足的人不容易感染疾病。为什么呢？他有免疫力，就是有抵抗的能力。啊，抵抗的能力是坚定信心，没有怀疑。啊，我们要学这个、学这个。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啊。